出来喝猪肉粥啊。这不白开水吗？家里都没米下锅了，还在这阿鸡阿粥，有的吃就不错了。要不我去囤点货吧。囤点货？不知道还以为这有存款。哦，你个老炮，你不是现在单身方面搞活动，那优惠力度很大的吧？那你有多少？现在5.95，去超市人家都吐你几口口水啊。你这几块钱不要拿出来捐献。你们跟不起谁啊？我跟你说，我还有两句话。来，对了呀，这么少人亏钱吗？哇，终于可以续命了。来吃。哎，你拿这么多，你隐藏存款够不够啊？开玩笑，现在单身方就会力度这么大。素食泡面满49减15，在家里赶紧填上一袋。沙琪玛满99减30，洗衣液满99减30，洗衣凝珠也是满99减30。那么多，够不够啊？才这么点，单杯。你好，一共46.7。46.7。那个我们不能正常，大家。